现任立委孔文吉虽然在台北领表，不过23号下午在家人以及台中市议员林荣进、前立委全文胜跟支持者的陪同之下，特地前往故乡南投县选委会登记参选第八届三地原住民立委，希望可以集结人气，寻求连任。我南投的老家来这个登记哈，主要因为我自己老家是南投仁爱乡，那然后因为我们的信义乡跟仁爱乡比较近。 我是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南投县，这样一起来造势来这个登记这样子，这样的话能够更有信心嘛，更有这个士气嘛。 三地原住民立委应选三席，表态参选有5位，已经完成登记的有国民党提名的现任立委孔文吉，民进党提名的屏东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曾志勇，以及无党团结联盟的现任立委高金素梅已经完成登记，还没有登记的有亲民党提名回国再战立委的前立委瓦莱斯贝林，以及国民党提名的现任立委简东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